德环保教育站市中心化废为宝的一方净土。我第一次来，我看到的感受是非常的震撼，我感觉这个环保站是做环保的最高境界。慈济教育核心共识营的海外学员实地感受到志工群做环保的坚持始终不变，真的从无到有，就是一念心升起啊，那这个环保站啊就可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20多年的累积了。我们的环保呢，历史就没有那么悠久，但是我们要跟紧脚步，真的跟紧脚步就对了。希望能够在长沙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能够呈现慈济人文，能够珍藏历史，同时也能够宣传环保的这样子的一个更好的教育站。用眼看，用心听，用手机捕捉，每个刹那都有机会成为存放心中的永恒。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吕乔美、王静文、陈清汉台北报道。